的钱就是不一样。真的，费用又贵。我是在等一通电话，我烦死了，到底要不要打过来啊？哎，那个09283065998有卡号啊？是谁？是你刺手啊？好了，哎，我要电话声，你还不给我？哟呵，天哪！你们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，有我的手机不要再打了，太可恶了。好吧，看来有没有想要电话。看来，好了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打我的电话。好，喂，你说什么？我的手机没电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我逼！看你你的那个僵尸还没全灭，就让我们这里袭来。什么？我收起来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有一通电话要打。喂。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哎，准备好了没啊？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就是。好，很好，那就让我们欢迎阴森路。讲笑话，赶快自己上来报名。